来到热带的垦丁，我超级快乐。凤凰太有名，而且现在垦丁人山人海，每一位看到我的人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啊！一个陌生人说一说，哎，吴峰。我以前真的很惊讶，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大秘籍嘛。来夸张 ，OK， 一团火。哎，帮我拍一张好不好？帮我拍一张，好，1、2、3，很好。哦，这个鞋是很帅，看到了没有？哎呦，身材很好哎。别，关姐啊，你在垦丁这么受欢迎，垦丁你非常了解这里啊。哦，因为我常来嘛，其实我基本上都是住在这个浪里面。哇塞，原来这样，当然很熟悉吧，对吧？肯定这么大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个交给我就对了。伙计，任务要执行哦。哇，飞机！哇塞，它是已经过来的哦。是。高科技耶。我的伙计很强吧？很强，很强的，完全信的哦。完全新的，你看，漂亮的，哇！来了，我来了 ，brother，let's go， 肯定，我们来了 ，go！ 阳光型男来带路，肯定巷弄找好料。外面啊，平常一餐卖十碗牛肉面，熬汤都要熬十来个小时。因为它熬得很久，对不对？对。它的骨头啊，它的肉，所有的整个口感已经融入在我们的这个汤头里面。那肉呢，一定不得了哦。哦。也太嫩了吧！好漂亮，好棒哦！你看一下这个哦，看一下这个颜色。哦，那你要拥抱一下老板才好啊！老板，真的要抱你一下。老板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是我们的招牌菜猪肉卷。咬口猪肉卷。卷。肯定玩乐太缤纷，选美冠军也着迷。Miss Taiwan 在哪里 ？Miss Taiwan。是刚收假还没收心，还是想避掉暑假人挤人？正当秋高气爽来到垦丁，不冷不热刚刚好，美不胜收的南靖之国，骑着车穿梭在不会太热的街上，欣赏风景最赞啦！今天找来了两位型男，跟着我们一起上山下海找乐趣。人有那么多哇，排队很多的哇，不错哦，很棒哇，这里。对啊，这里啊，有些客满嘞，编辑你看，哦，哇哇哇，排这么长，哎，你们好，哎，大家都想吃牛肉面了哈、哦，牛哪里牛肉面会有这么多人吗？有位置吗？可能要等一下，要看起来等到明天的样子哦。对啊，编辑，你看，哈拿来，对。四碗面是吧？但是里面差不多要20-30个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吃四碗的没了。哎呀，那是一个名字而已呀、啊，你要100碗我都买给你呀、啊，好不好？100啊，我们确定一下，老板，我们都这里可以哈。可以 ，OK 吗？陶哥，可以。那我们现在在街边点啊，好啊，马上就来我们的面前了。哎，陶哥，请教一下哦，因为第一次看到四碗面这个字，什么意思？我有点不懂啊。四碗面啊，平常一餐卖10碗牛肉面。哎，我卖2餐，我把晚餐再拨了中餐卖，所以我10点半营业，售完为止，所以我中午就售20碗，平常，哎，假日 double 40碗，
预约不在此范围，预约要前一天的晚上九点钟之前预约，九点钟之后不接受预约。又熬汤头要熬十来个小时，对，他熬汤头十来个小时，十点半营业，售完为止。下面一餐只卖十碗面，这老板也太有个性了吧！而且你们看，这汤头不得了，这从凌晨不停火的用心慢熬十来个小时的无敌牛肉面，可是采用了前腱、花腱、牛大骨、整颗的新鲜番茄以及中药包，还有一整根的甘蔗来增加汤头的甜。老板坚持采用纯天然的方式来熬煮。哎，老吴，拿出你吃牛专家的民族性，为我们解析十碗面的魅力吧！台湾牛肉面世界闻名，是不是？是的啊，因为这个牛肉面我常吃，所以这个虎就让给你试看看。好啊，哦，好好喝。刚刚呢，老板说他们要等十几个小时，为了熬这个汤，就是因为他熬了很久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他的骨头啊，他的肉，所有的整个口感已经融入在我们的这个汤头里面。哎，如果他的汤头这么厉害的话，那肉呢一定不得了哦！你有没有看那个花纹啊？看到啊，这个对不对？非常的漂亮、啊，很漂亮、啊，哇，大块！哦，也太嫩了吧！厉害了吧？太嫩了、啊！看起来是筋，对不对？感觉是咬不开，结果轻轻的咬，哎，就化掉了，立刻化掉，立刻化掉，非常的好吃。它的汤头比较，它的口感是比较偏咸的。对，那它的肉呢是属于甜的，甜的，一点点的哦。这样才会凸显嘛，有层次嘛。哎呀，哎，咸，哎，甜，哦，这比较好啊，两个都很分明、啊。因为如果就是汤很咸，然后呢肉也很咸，你会就觉得哦，整个都会觉得咸，太咸了，太咸了，就没有综合了。没有啊，这个就有综合。是厉害了吧？虽然老板不说话，看起来很严肃，但是聊起天来超可爱的啦。我吃牛肉面吃了二十几年，说真的，还很少见过这样耗费新鲜食材熬煮汤头的方式呢。他说呀，客人吃的健康最重要，尤其这手工面吃起来带有嚼劲，滑顺扎实，而且弹牙，还有那个半筋半肉又厚实的澳洲牛，哇塞，看看那个筋，那个肉，是炖到已经只能用入口即化来形容了，好犀利呀！哎呦，怎么吃完面还可以有艳遇的？你们看，你们看。谢谢你们，老板非常非常好吃，谢谢哈，下次见，拜拜哦。你看你摩托车那边有美女啊？哎，女朋友吗？她是我还没有认识的朋友。跟你讲啊，是这样子啊，要有共鸣，共鸣是最重要的东西、啊。所以她来这里应该是玩垦丁嘛？海边嘛？我们玩垦丁。是啊，你看，我们聊垦丁就好了。好，垦丁，垦丁共通点。好，共通点。OK，Let's、okay. go。嗨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。刚好坐我们车上哈，哦哦，不好意思，很适合啊，很适合，非常帅，对，这样子，黄色黄色嘛，很好啊，对，够，很适合啊，对，哎，你是来垦丁做什么呢？我刚刚比完赛，来这边度假，应该是运动那一种，你看他的身材，打篮球一样吧，比什么赛啊？我比台湾小姐，台湾小姐，对 ，Miss Taiwan， Miss Taiwan。所以，Mr. America and Mr. Turkey， 嗨，哎，你好，嗨，你好。那土耳其呢？一起走个台风。哎，来了，你终于来了。我就来了。不好意思，那我们两位就要先走了。哎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垦丁。啊，你怎么去？要开酷啊。哦，所以没有车是不是？对。哎呀，我这里有一个很帅气的车，要不要坐我们的车啊？可是只有一台，我们四个人哎。玄机，不好意思，什么？你看不要到一台摩托车，他们是剩我们四个人怎么办？哎呀，你要相信我嘛！相信。你会不会讲再来一台？不会啊，再来一台，然后呢？国际再讲，再来一台。你看是不是来了？哇！来了！哇！真的有！又有麦奇，不管是上山或是下海，或是约会，一切都没问题。哎呦，你太强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出发喽！你们觉得 OK 吗？要检查一下车子吗？你看一下啊，不错，帅耶！怎么样？
觉得还蛮帅的，它有黄色的，有安全哦，黄色的，透明透明，蛮安全的，看起来蛮安全的，是蛮安全的。哇塞，这样也行，这要说人帅真好还是有车真好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骑车把妹这招真无敌耶，尤其是在咱们美丽的南靖之国，眺望远方有美景，近看有美女，嘿嘿嘿。这个喂，是说你们兄弟俩想把美眉载去哪里呀、啊、这感觉好像学生时代联谊抽钥匙的时光，把车擦得闪闪发亮，骑出去帅帅的，青春无敌呀、啊、好怀念好怀念呐、啊。Go go go， 要玩就出海玩一场大的喽。哦哦，不错吧，感觉怎么样？性能不错，性能不错。你是说车子吧？啊，性能我们当然是不错，对对车子好不好嘛？对呀，对。那Mr. Tourist 跟 Mr. America 不会让你们失望、okay. 所以呢我们直接出海、啊、你是 OK 的吗？这是什么？我们是要搭这个渔船吗？渔船要去菲律宾吗？这是谁爬在这里的啊？我们是那一台橘色的啊、oh. 哇，是不是那个游艇吗？最大的那个，厉害吧？我的妈呀，阿呆我没看错吧？来垦丁把妹把到搭游艇出海去，这也太豪迈了吧！哇塞，班杰你真的很会玩垦丁呢，超用心的啦！你们看看，阳光、沙滩、比基尼，还有蔚蓝的大海，看得我都想跟啦！快跟上去瞧瞧！嗨，我来了。好久不见了，教练，我跟你通了电话，那个我们带了两个台湾小姐，哇，一切都安排的不错吧 ？OK 啦，很刺激哦，你们交代的一定是 OK OK OK， 赞呢，那各位先上船了，好好好，不用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教练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 barbecue 烤箱啊，这个等一下就是要烤给你们吃的啊，在海上可以享受 barbecue， 到外海的时候 barbecue 喝啤酒，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海鲜啊，食材都有啊，怎么了？来了来了，超豪华的，哇，我得看一下这里面呢，天哪，对不对？很大，到二楼，地下二楼啊，它那边有 KTV 啊，那边还有 KTV， 厉害了吧？喂，我说兄弟呀、啊，你们自己在那边享受，丢我一个人在这里配音，对吗？太过分了吧！而且里面未免也太豪华了点，还给我带新朋友在那边唱 KTV， 然后船上竟然还有 barbecue， 哇塞，这么顶级的享受，完完全全不用怕出海后会去饿到啊！下次来垦丁，我也要揪团这样玩。你们跟我一样，以为只有这样而已吗？不，大哥跟我们说啊，海上有海上独特的玩法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！虎凤啊，你的大玩具来了，来了，快点快点！大力水手，大力水手，站不站？哎，你要叫 Miss Taiwan 出来 ，Miss Taiwan 在哪里？挑战破风快感，玩到花容失色，只有垦丁有玩又有吃。像是你看，这个是，这也是，哎，都已经烤好了，哎呦，哎。